位于江宜市上北边的老丁里，近十冬来有十间农田种植了马铃薯，但是真少人知影。社区发展协会在江宜市政府辅导之下，首度在网络发起，大家来老丁里挖马铃薯，开放民众来参与农收体验。在假日当中，吸引全台100外家庭全家来到江宜市来体验挖马铃薯。因为太热烈了，大家都很喜欢体验农村的生活，太热烈了，所以让我们这一次爆满，但是又不让各位失望。位于嘉义市北边的老丁里，近十年来有十家当的农田种植了马铃薯，真少人知影。社区发展协会在嘉义市政府辅导之下，首度在网络发起，大家来老丁里挖马铃薯。这拢超要几十家的啦，阮三个吼，三个人一路。绑啦，甲绑起来做一摆种，落去种安尼。阮每年货车拢足侪，老田里的特产啦，嘿啦。啊，带阮到社区，即个理事长都换伪装，伊才讲啊，咱来办一个活动嘞吼，吼，大家拢知影，知影咱遮的马铃薯的作用用途伫底。真水哦！等下哦，你看卖，真大粒。开放民众来参与农收体验，在假日当中吸引全台100外家庭全家来到嘉义市体会挖马铃薯。是讲有麦当劳啦、薯条啦，啥物伊都拢有啦。啊，咱这真正吼，家己遮现种的，真正赞啦！这个遮的地真水。真侪小朋友第一届体会挖土，感觉欢喜，马铃薯初体验。我奉子之命来。今天来吃胜喝胜的，喝胜喝胜哦，万般贵这个马铃薯，哦，这真正没有体验过都不知道。来挖马铃薯的家庭拢讲真有价值，真快乐。最新新闻，出面同家己市采访报道。